Hello， 我是 Kai， 今天要来简单说明一下一个官方刚刚发布的新生物，名叫 Teresinosaurus， 镰刀龙。像这个镰刀龙，其实在6月27号的时候，官方已经发布了，只是当时只是有草图，没有这个图简，所以到现在才是正式的发布了。这样，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镰刀龙到底有什么了。像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镰刀龙的时候，就让我想起那个 Johnny Depp 的剪刀手，然后也有点像那个 Wolverine。这样这个镰刀龙呢，它是草食性的，可是它是主动的。这样同样的也是可以被驯养，也可以其他。然后接下来的说明就是说，他不肯定这个镰刀龙为什么可以生存在岛上，因为他的体型是很慢的咯，走路走得很慢咯，然后呢也是一个孤身作战的恐龙。这样他是认为说，为什么这个暴力的又中等型的草食性可以活在这个岛上，是因为暴龙的关系。会讲暴龙的关系呢，我猜是因为讲暴龙不会攻击它吧。然后接下来就是讲镰刀龙，其实也是其中一个最多功能性的动物了。然后它的爪是可以让我们去采集一些特定的资源，然后也是异常的有效率。这里就没有讲什么资源啊，暂时就不知道。之后呢也是讲到镰刀龙的爪可以去攻击最强的装备，可能是指人类我们的铁装那些吧。然后也是讲它的优点是灵活性哦，可是缺点就是不能负重哦，不能载太多东西。这样接下来就是讲到镰刀龙，它有一个应该是特效吧，就是它走过的时候，走过那树啊草啊都会把它砍掉这样啊。然后也是讲到镰刀龙可以攻击那些岛上最有防御，就算是最有防御的生物呢也顶不到它这个爪啊。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，拜拜。